好，带你来看最新的现场画面。针对嘉义大埔的美香草药草生技园区官商勾结贪弊案，今天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，嘉义县长张花冠被以贪污罪起诉。张花冠稍早前举行记者会，他强调自己问心无愧。我只是一个立法委员，我问心无愧，所有的发言都是绝对对得起嘉义县的所有的利益嘛，所以嘛，从去年7月30号到现在为止哈，这一计划性长期的这个政治抹黑哈，我觉得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，我夫妇不得已。